黄老师好，我来自武昌分分会的，我来自安徽芜湖。然后我今天想问黄老师一个问题，老师，你在戏里强吻了苏梅，在现实生活中你还强吻过别人吗？你觉得男生这么重口味吗？他没完啊。然后你觉得男生怎样才能做到强吻了人家和不被打架的？好，说实话，我喜欢的女生，我可能都会这么做。我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，我会喜欢把女生摁到墙上，强吻她。可以吗？第二个吗？第二个是什么？就是怎么强吻了那个女生之后不挨巴掌？要示范一下吗？怎么不挨巴掌？这个看我干嘛呢？反正我没挨过巴掌，为什么我也不知道。对，有魅力，觉得男人还是要有魅力。帅，这都是外在的东西，你得先去征服他才可以。好吧，你是要强吻吗？是要我强吻吗？好吧，我们基本上已经知道答案了。刚刚那位男同学一想，什么是答案？那你继续。没想到你解围的。你说。那个刚刚那个男生已经一早预定了这个问题，所以我直接就跟他问了。那么下面还有谁要提问？举手一下。黄老师你好，我是浙江分会的向山明草。那个首先代表明校恭喜中国合伙人顺利突破5亿。那就是说这一次的小明让大家都感觉到特别的耳目一新。然后呢你自己也说过等待这一次等待了很久。那而且你也说陈东青的哭，陈东青的哭就是你自己的哭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在最难的那几年里面，你自己私下有哭过吗？为什么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你是怎么样做到熬过那最难过的几年的？我没有。我在生活中除了为亲人的逝去，或者为爸爸妈妈，或者说是看电影的时候哭，或者说是被某件事情感动了哭，自己因为自己委屈的哭，只有在电影里面有过，生活中还真没有过。当然我有过非常非常难受的时候，有过很抑郁的时候，有过觉得真的是觉得很委屈的时候，但是确实我没有真的去自己哭过。可是其实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，但我往往是容易被外界的东西所形成那么哭，但却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而去哭过。我觉得男人没有必要为自己去哭。这位小黄黄，不是小黄黄，我是来自江苏分会的林中军。对，小军军这个称呼不错。是这样的，黄老师，你从刚才进来到现在就一直特别调皮，一直在卖萌。我想问你，我想问你，什么叫卖萌呢？然后，卖萌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还有，会请你用你台上一些装备自由发挥，给我们演示一下，怎么样摆着好看的拍照姿势，好不好呢？好。我裤子上什么装备啊？这用杯子怎么卖萌了？这个西瓜，你看，我们相信黄老师。这个拍照，卖萌姿势。还要好看。不用杯子，你那杯子干嘛？什么？
是不是也可以，西瓜也行，头痛。腰痛，腰痛，还有什么肚子痛？肚子痛没？有有有。还有什么？哎呦，是哪边的？还有怎样？手痛就算了。好的，黄老师，你是天然萌。我是萌呆萌呆的。天然萌，自然呆吗？自然呆萌，呆萌。呆萌呆萌的。好，那个还有同学吗？来。您好，黄老师，我是来自上海分会的分分。那么今天我提的这个问题呢，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。假设我现在想自己创业，我没有足够的资本，但我有信心。但是呢，我们都知道光有信心是不够的，而您的创业史我们也都是非常清楚的。那么我希望呢，您能够借着这个机会，在这个问题上给予我一些忠告，谢谢。对，创业忠告。对，首先我觉得你要做好准备，可能你的第一个不是你想象的，可能也许比你想象的低很多。因为据我所知，有很多大公司我看到的啊，就说让所有的员工，不管你进去你多大的职位多高的学历，按去刷马桶一个月，这是真事。那这是锻炼的是什么呢？锻炼的是你的意志，你的忍耐力，看你能不能低得下去腰。你知道麦穗越成熟会腰压得越低，就是越成熟的人会学会弯腰，这点很重要。对，所以我个人对大学即将毕业和创业的人来说，第一点就是要做好把自己放很低的准备，还有要做好失败的准备。因为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能长久的成功，而不算运气好一时的成功，一定是因为他经历了很多挫折，很多的努力。当然虽然我们可以说你努力不一定会成功，但是你不努力就一定不会成功。对，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放平自己的心态，在任何岗位任何职业上都可以去努力。黄老师，我是来自梦之声故乡的上海分会的小金娘。然后我想问一下黄老师，你是如何做到一生长的？请小明哥哥给我们分享一些实用的保养心得，不要官方式的回答，也不要广告式的回答，但是允许你卖萌，谢谢。耶、yeah. ！我哪有你身材，我有吗？有。自己明显的感觉到我比前几年老多了。我们一致觉得难过的时候，我真的是，我跟你说，这真的要怪我妈。她每天给我喝鸡汤，然后我永远都问错了一个人，就是我每次都问她，妈我胖吗？她每次都说你不胖，我就说哦我不胖。过了三四个月之后，我突然发现其实我很胖了，但她还是说我不胖，我就明白我问错人了，悔之晚矣。老师您从来不照镜子吗？所以我说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自恋的人。你好，我下半年要去美国了，所以哪能补课呀？你给我补。我去美国给你补。在国内补不行。哪都行。我们家。我问你们家。你住哪里？宁波。啊？浙江宁波。宁波啊，舟山群岛。你长得一点也不像舟山群岛啊。啊，什么补课？英语吧，之前给我补一下英语。哦，听说你现在英语进步很大。对啊，教我点技巧。涂羊涂奶衣服。好，
技巧啊。啊，你十八岁，这么小？我今年十四，我生日没到。没人性啊！你是从小看着我的电视长大的吧？我从大三年级开始喜欢你了。哦，那真是小学一样的故事。我现在也挺白的，不过不是太瘦了。妈呀，你真胆大呀！怎么办呢？你这叫自取其辱。出呀！出呀！嗯，英语啊，其实就是一个语言环境。这个真的不用我教你，等你去了美国，你自己就会了。对，然后。同学们呐，晚饭时间到了。我觉得要有人在底下吃面包了，都已经。吃吃吃吃，开玩笑。我们上来就像茶话会一样，西瓜你都竖起来，不吃白不吃啊！看着我们才做吧。西瓜还是什么？好，我们还有同学吗？好好，来把那个麦给他闭一下。黄老师，专心点哦。老师好，我是来自上海分会的，我叫菲菲。然后我想问你的问题是，你的青春里没有让你后悔或者说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我的青春才刚刚开始，谁都在我的青春时代。第二场刚才说什么？放这儿吧。我的青春最遗憾，最遗憾，其实我还真没什么遗憾。我以前觉得遗憾挺多的，后来等今年就这段时间，我突然发现，其实不管你以前经历过什么不好的事情，现在看起来你受过的所有的挫折委屈，所有的不好的事情都是对的，因为没有那些就会没有今天的成功。所以在我看来，其实青春是无悔的，是没有什么好后悔的。做的每一件傻事儿、好事儿、坏事儿都是对的，都是你人生的美丽的一笔。好的，请我们的同学上前来为你的精彩的发问一句讲评。来，请我们那个最后一个同学。老师你好，我是杭州本土的年轻，那我是一个妈妈，那有时候会觉得这个社会对孩子而言比较残酷，那又不得不去面对。那你作为我和我孩子的偶像，想问一下，我应该把我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？男孩女孩？男孩女孩都有。我认为女孩一定要宠她，富养，对，富养女孩一定要宠。真的是这样子，在我印象当中和我所经历的周围的朋友，我认为女孩子一定要富养，一定要养成一个高贵的一个性格，然后非常挑剔的那种的，对，然后她会对自己将来的另外一半有要求，就不会那么随随便便的妥协。所以我觉得女孩子一定要富养，那男孩子一定要放手。那包括我弟弟在里边，就你们也看到梦之声的那个弟弟，还有包括很多的我的人生经验和周围的。在我的十八岁之前，我在青岛，我不觉得
但是当我离开青岛之后，当我不在我爸妈身边，我自己有一种求生的本能，还有一种就是觉得要做榜样啊，要去养活他们的这种欲望，所以我就会很努力。我为了适应这个环境，我会付出很多，也会同时学到很多，所以造就了一生就是比较倔强、比较坚强、比较坚韧的一个性格。所以我认为，如果是男孩子的话，当然有机会最好是长大了就把他送到国外去，那更好。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，那就最好是就去把他放在外地。那如果不想放到外地的话，那就尽量不要去多干涉他的生活。但是当然你要教给他一个非常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就不能让他偏离这个轨道。在这个轨道之上，我觉得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就是造就一个生产力，就是在爸爸妈妈不管他的时候，他可以养活自己，并且可以回来好好的那个养活你们。当然最重要的有一点，我觉得我之所以会是这样子，是因为我爸爸妈妈本身就做得很好。就是一个孩子其实怎么样，基本上都是跟他的爸爸妈妈学的。如果你们做很多事情做得很好，比如说很孝顺父母，对周围的人很好，他潜移默化的就会是将来是这样子的人。所以你想教育好的孩子，也得从自身做起。好，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小朋友，来，我们请他上场。哎呦，你好，漂亮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来，到老师面前去。你告诉老师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我叫唐若欣。几岁了？六岁。那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老师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好像还没说完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会保护你的，我每天给你一块巧克力。哎，花还举着呢。哥的节操又碎了一地。我一块巧克力吃不饱啊，送给我的吗？好大方啊！送给我的吗？呀，真好。那你就是接受了啊？我们等好久啊！来，亲亲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真的还有礼物呢。有注意到自己桌子上的那个小蛋糕吗？吃完了，好像吃完了。没吃呢，还在吃呢。我怎么没有？你怎么没有？没有啊。最大的都让给你了，就这个。好、哦。然后那个，因为我们下半年见面会是给我们上半年所有的那个生日的，也顺便给所有生日的 VIP 过生日嘛。然后我们今年呢，以前都是一个大蛋糕，今年就特别一点，把那个小蛋糕都给大家，来给拿一个小蛋糕给那个。你把龙去掉，只剩呆了。来，你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们请黄老师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他的蛋糕那么大，你的蛋糕那么小呢？为什么你送给大家蛋糕那么小？对呀，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有。大家全部都有。我尝一口啊。还能吃吗？哎，这个好吃啊，这个一样的好吃啊，莹莹。没吃过，没吃吗？没吃吗？一样好吃的。这个是要点蜡烛才能吃啊。因为我们今年比较优雅的生日，大家一个人一个蛋糕吃。好的，那我们一起来唱个生日歌吧，给我们自己那个场外所有的 VIP 好不好？一起来。我给你们唱。快！我好像一百一十，干嘛？我一百，赶紧，还有小想想想，太多了，快点，快点！
好了，那个。